你命犯天煞孤星，注定一人终老。现在只要198，姐就能给你破了，纯交朋友，结个善缘。老弟呀，最近是不是不咋顺？没有啊，就是新工作干了一个多月，公司又黄了。哟，我女神又给我拉黑了，她新处了个对象，又是个已婚的。呀哟，我是有大标，喝多跟人干起来了，又进去了。老弟呀，就这还嘴硬呢？你不交代，这又又又和你有点关系吗？不交代呀。老弟贵姓？没有贵姓。没有贵姓，真有个性。那敢问老弟大名？没有大名。老弟，你是来砸场子的？没有贵姓，没有大名，意思你是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呗？我是个孤儿。哎呀，所以我没有贵姓，也没有大名。不是，你可以叫我小南。哎，小南老弟呀，姐不知道啊，你瞅瞅。姐，咱还看吗？要不然姐给你看看八字，这你也不知道哈。哎，姐给你解解梦吧，解解梦老准了。我从来不做梦。你们还是来砸场。哎，那咱姐俩唠会儿嗑吧，反正这198是不能退的呀。行，干唠呗。干唠啊，说出你的故事吧。十来家孤儿院都让你给克黄了。哎呀，老弟，这360行让你霍个遍呢，你这是正宗的天煞猪腰子命，天煞孤星命。你这样，你再刷个198，姐给你破例子，不挣你钱，交个，哎，人呢？我，电瓶呢？哎，准不准？姐准不准？那一个电瓶都让你磕没了，磕没了。没事吧，大爷，我扶你起来吧，这样多凉啊。我劝你们要多管闲事儿，走开。大爷，这都啥钱了还挑人呢？除了我呀，你再能见着的就是鬼了。来，起来。你不要过来。大爷还挺敬业。鬼啊，明天再来趴活吧。起过梗梗吗？啊！接着这个，喝，别咽。
左上方喷，正上方喷，右上方喷，正前方喷。 阿虎，那我先走了，大爷，改日再约。喂，198，现金还是转账？198，有没有感觉不得劲儿啊？有没有感觉发热？ 听说，哎，接下来我所说的话会颠覆你三观，但请你相信啊，这都是真的。哎，你报警了？没有啊，我约朋友吃个饭。你这朋友的话挺硬的哈，还110。你别看我表面上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帅大叔。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保镖。是，行，行，什么意思？不信？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梦境泡泡枪，梦境泡泡药里边装的几百个梦境的碎片。我所说的话是真是假？ 你是明知。人呢？作为捕梦师啊，我的职责就是捕捉梦游。啊，我承认，昨天是我看走眼了，中了障眼法，红色内核。 是室内梦游，外皮才是白内梦游，而这个白内梦游怎么被你给吸走了？什么是梦游？问得好。人们在做梦时，大脑会放电，产生脑电波，大概分为5个频率：阿尔法、德尔塔、西塔、贝塔、伽马。 这些脑电波呀，这些脑电波就是人们的梦想碎片，就和你刚才做的体验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些梦想碎片，这些梦境碎片，被特殊的磁场吸引，同一频率下，它们相互纠缠，彼此融合。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人们影响人们大脑的能量体，这就是梦灵。 而我的职责就是被我吸收了，对呀、啊，被你吸收了。不过你别害怕，我能帮你吸出来。怎么吸啊？就吸啊！不过你这儿不行，没有设备。哎、啊，去我那儿。哎呀，你不要害怕嘛。正常人吸上这个百年梦里早就爆皮而亡了。你还没报生命，你不是正常人。 待会儿去了我那儿，你啥都别想，你放松这就完了，对吧？喂，警察吗？我这有个老色魔，神经病，他快给我下药了，他还要吸我呀，快来吧，我家地址。老兄弟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大爷，我现在这状态还来得及吸？ 就自由的风吹向我，让烟雾消散在走过。那是细的戒指，自由的温度，从你我身边经过。就让细有的雨水落下，落在我的手里冲刷我滚滚的灵魂，收起那时的温柔。
不信那么多曲折坎坷，有人说我有病，我就是想得开一点，多一点脑子转，只有自由才是首选，时间从未变慢。你看着周围多少人把自己禁锢，说着为谁努力，为谁付出，都在找清楚，把自己圈死在那圈子里，啥事都要跟尖子比，含眼泪流着泪哭着骗自己，于是我不管是非曲直，对错与我无关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弄好一日三餐，把四季不断的变换，何必活在忧愁里，把自己赋予灵魂，从此刻慢慢剥离，与其慷慨路难行，不如马上出发，何必为此徘徊不前，问问自己的心。